我是可能热出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我们来到美美的布特加啦，就是目的要来玩，要来实测 Nova 9的 Vlog 功能。我订了超好玩的粉红教堂改呀，等下我们就可以一边改呀，一边看到美美的粉红教堂。Let's go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会用华为 Nova 9拍下整个的盖亚过程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Dual View 模式，就是你们都懂的咯，一边拍自己一边拍风景。之前 Nova 7 SE 就已经有了的，但是这次还有升级版，就是可以玩更多东西啦。所以这会是一个 Vlog， 就不是开箱啦。如果你们要看开箱，你们就翻回去看啦。我们接下来画面呢，就是 Nova 9的原图之处。 Let's start it。点开 camera， 然后选择 vlog 模式，你就可以看到哦，它是可以拍前拍后，或者是前后一起拍 picture in picture 等等的啦。所以现在没有什么 view， 我们就拍正常模式先。单人的是10.6块，这双人的15.9块，我们今天就是双人的。哇，很美，你们看，不错，加亚就是美。哇哦，这个是粉红教堂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才是。因为现在还没有到8点，还没有人上班，我们就先坐在这边等他开门，然后对着这个湖面欣赏一下。我现在开了这个 picture in picture 模式，就可以很好的看到整个地方。Hello， morning， 啊，可以啊， double， 要先穿救生衣。选一个美呀 ，Hello 婆妹，我的脚很痛，加油，加油滑！为什么我特地叫一个 double 加呀？因为我不要滑。哇，你一个上去整个没了哎喂！加油，会不会很难滑？不会啊，我讲难滑，不是要给人家全部人知道你有多重。你多重是吗？你露给我，当然要全部难滑了，我很轻的跟。哇，我完全不用盖亚，这个就是大爆盖亚的好处。你像在外国这样，然后就外国人很悠闲的在乘船。跟你们讲一件事，这个盖亚哦，一定要带 extra 裤子来，因为是打完的 ，full stop 塞了，这边会进水的。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看过粉红教堂。每次都是车经过，或者是在树上面看到。嘉华穿辛苦吗？辛苦啊！水满嘅。对，这个模式呢，就是后置，然后再加一个后置 zoom in， 你就可以很好的看到整个 Pink Moss 的 details。前面这边是不是有那种英式古堡的那种感觉？感觉像是 Harry Potter 他们的学院。好像一下子就8:30，我们半小时过去。好像什么都还没有做过就搬个走了。哇，很帅哦，很帅哦。我讲，怎么这么快就8:30了？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就搬个走过去啊。当然了，我做完了啊。耶，到我休息了。很容易办了。哎，听讲他连拍照都可以直接切换是吗？啊。哦。现在是残酷二选一问答时间。OK， 你现在在一个公共厕所，厕所一，你在马桶那边蹲着，旁边是有一个死了的蟑螂啊，你要在旁边吃饭。选项二，你在一个公共厕所，旁边有一个啊东西，你要在那边吃饭，你选一个。要东西。哦，要东西啊！选要东西。那个蟑螂死了的哦。选要东西。可是那个大便有味道的哦。Oh my， 你成都怎么办？那个蟑螂没有味道的哦。蟑螂会复活跳起来的，然后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。你以为它变异的咩？会啊。1小时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上岸了，去吃早餐。快点，饿了。最喜欢这家的早餐，超好吃，尤其是咖喱面。来呀，喝一口汤。
哇，这个很好吃。OK， 总结时间。其实我用了 Noah 酒趴 A 整个早上的嘎之后，我的感想就是，其实跟当初 Noah 7SE 哦大同小异，就是优点跟缺点都参半。可能它的优点多一点，毕竟它的这个 Vlog 模式升级了嘛。OK， 优点一就是你可以同时拍下很美的风景，跟我自己，你就不用很忙的在那边换 cam， 因为有些东西哦，就是在你换 cam 的时候 miss 掉，就是 miss 掉了。优点二就是画面更有趣，你看啊，我的手哦穿去另一个画面的时候。整个画面哦就会变得好像很有趣、很生动、很有互动的感觉，或者是像是我跟阿 Ken 聊天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人同时在画面里面，整个就会看起来比较搞笑。像 vlog 嘛，就是要把日常的每一个 moment 都拍下来，你看回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搞笑了。优点三，升级好的 vlog 模式就更多元化，你可以拍前面，可以拍后面，可以拍同时前面、后面，或者是 picture in picture， 甚至是后置 zoom in， 真的整个影片哦，那可玩性就增加了。如果你后期是有做剪接的话啦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有更多画面剪进去。不过自己缺点的话还是一样哦，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看到我的双下巴，还有我的鼻孔，真的很丑。然后没有防抖这一点是挺可惜的。如果你要拍一些动作比较大的，像是爬山、跑步的话，就是要多多注意。如果像我早上的那个嘎呀哦，动作比较稍微不那么大的话，还算过得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